奶奶你要扶好呢。佩兄麻烦你了呢。谢谢。可以了哦。好，全部抱孙，抱孙来搞咱们。谢谢。好，慢慢骑就好。谢谢。好。啊，你本来就有在听五月天的歌了吗？对啦，喜欢他的歌啦。喜欢他的歌哦。对啊。25年了。你扶好。摇滚区啦，就是那个 B 区，就是那个车道口那里，中间那个我们停车的那边。嗯，奶奶你要扶好呢。嗯，谢谢。佩兄麻烦你了呢。谢谢。可以了哦。好，全部抱孙，抱孙来搞咱们。谢谢。好 ，OK。好，慢慢骑就好。谢谢。好。啊，你本来就有在听五月天的歌了吗？对啦，喜欢他的歌啦。喜欢他的歌哦。25年了。云分局远景执勤演唱会勤务，遇到两位子女求助警方协助，因为母亲是五月天的资深铁粉，两年前因故无法参加演唱会，这次盘除万难，还买到摇滚区的门票，就是要陪着母亲支持五月天。母女三人从捷运站步行约300公尺后，许父觉得膝盖不舒服，无法再以步行方式走进会场。远景立即以巡逻车护送到入口处，工作人员再以轮椅协助进入会场。母女三人非常感谢远景的大力协助，远景也很高兴自己能够帮助资深铁粉圆梦。